廷命咱俩明日进宫，说是太后有召见。太后召见我们，这什么意思？说不准，也许是想和咱们拉近乎。是啊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咱们的北洋海军是谁都想抓住的。好吧，咱们俩就去见识一下这位中国的主宰者。甲午之后，朝廷把你们革职，也是无奈之举。现在买了新兵舰，所以让你们重新统领。你们要好好练兵，一旦朝廷用着你们的时候，能够盯得上去。别辜负了朝廷对你们的恩泽。谢太后。皇上有什么说的？朕盼望重建咱们的海军，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国土台湾，西挟甲午之耻啊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手中的兵舰都是干嘛用的呀？回太后，海军当以保卫国家海疆为己任，保卫国家海洋领土不受外敌侵犯，民众不受屠杀。臣以为大清的兵舰自然应当是保卫大清的，而大清是太后的大清，兵舰自然就是保卫太后的。甲午之后，大清的家底子都让日本人掏空了，能凑出这些银子买新兵舰不容易，所以你们得好好看管，别再弄出什么差错来。遵旨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可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真话。真话？这种地方只能说顺耳的话。没看见皇上一说海军收复国土，太后就拉下脸了吗？这支海军不是你我的，更不是国家的，是太后的。太壮观了。你看这条大河，正如一位先生所说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这个潮流就是民主共和的道路。中国只有走上这条正道，才有可能富强。这话形容得真好，是位什么先生？他姓孙，叫孙文。最近啊，我正在读他的书。只可惜这条路在中国，只能是一场过去的梦了。梦醒来，才是去真正实现它的时候。禀太后，这是山东巡抚呈上的紧急奏折。又出什么乱子了？今年北方大旱，千里庄稼颗粒无收，以致饿殍遍野，饥民四逃。偏又有洋人在山东杀伤民众，引起冲突，各地饥民蜂起，冲击洋人教堂，屠杀洋人和教民。禀太后，河北奏折发生了饥民和洋人教堂冲突的事件。禀太后，
河南也发生了相同的事件。禀太后，这里是山西的奏折，也是相同的内容。这还了得，各地官军何不镇压？回太后，袁世凯已经出兵绞杀了数千山东乱民，但是全民和乱民已蔓延北方各省，难以控制。还有各国公使联名提出抗议，要求我朝廷保护教民和教堂，并表示如不答应，他们将向中国派出各国的军队。哼，洋人也有害怕的时候，杀洋人这不正好给洋人一个教训吗？什么都插手，连我们家的私事儿都得看洋人的脸色。可是按照国际外交规则和大清颁布的法令，应当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。好吧，让各地官军尽力镇压乱民。等等，刚才你们说的那乱民叫啥来着？嗯，各地乱民都把自己叫做全民。全民？全民是个啥玩意儿？回太后，听说全民有天神附体的功效，入坛者都可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？那洋枪洋炮呢？照样不伤全民的一根汗毛，臣曾亲眼见过。禀太后，全民如果真有此神功，倒是可以用他们来对付洋人呢。禀太后，事关国际冲突，万万不可听信流传，还请太后再三斟酌。好吧，就请你们二位替我亲自去看看，看看全民到底是啥玩意儿。您打算如何向太后禀报？当然是如实禀报啊。您在朝廷也是三朝元老，怎么这么没心眼儿了呢？你就没看出来太后的心思吗？什么心思？洋人啊！太后想换了皇上，是因为变法的事儿，她恨皇上。可换皇上又被洋人们反对，太后又恨上了洋人。要是现在地主全民向洋人施压，就有可能趁机换了。听说太后想把端王的儿子立为新皇上，而您又和端王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所以承蒙您多担待吧。到底如何？回太后，要说全民的法术，那所谓的刀枪不入是了吗？回太后，是了。用枪打了？打了。死了吗？打不死？到底打得死还是打不死啊？回太后开枪之后，就睡了。睡了？说是因神力附体而疲倦，暂时
睡过去了。父亲，这笔记行吗？洋人公使馆里有不少的文案人员，他们的字儿我经常看，照着临摹，没有人能看出来。父亲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想当皇帝，还能不冒点险？太后已经确定你当皇上了，可如今洋人一反对，这事儿就黄了。只有让太后下决心和洋人开战，咱才能有成功的希望。今日早朝，众大臣有何事上奏？启禀皇上、皇太后，臣今天早上收到洋人使馆送来一封召会，是呈送给大清朝廷的。念，这第一，要让皇上继续执政；第二，要把中国的财权、兵权交给洋人管理；第三，什么？勒令我下台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不是要夺我大清的江山吗？太后，洋人早有灭我中华之心，如今趁我大清多事之时，妄图逼迫我就范，臣当誓死保卫太后，保卫大清江山，愿与洋人血战到底！拼了！都是哪些国家反对我换皇上来着？回太后，有英、法、俄、德、美、比、日，一共12个国家。那就向这12个国家发布宣战诏书，让他们也知道知道，我大清不是好惹的。遵旨。万万万万不可！世界上哪有过同时向12个国家宣战的？再说，仅靠一群乌合之众，无论如何，也抵不过洋人的现代化枪炮啊！皇上过虑了，臣亲眼见到洋人的枪炮在神宫面前毫无效果，倘若我大清军队全都入坛学习神宫，定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保我大清江山万代相传。而且这份召会也并非洋人使馆送来的，还需要查清来路啊。太后，皇上这话的意思，这洋人的召会是我伪造的了？这大清江山到如今还是由我管着呢，从今天起，有敢再言和者，立斩！遵旨。朕一人死不足惜，可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，就要遭殃了。20万全民奉旨进了京城，攻打洋人教堂，北京城里全乱了。
各国洋人不但没有服软，反而大怒，他们已经宣布立刻向中国派出联军。太后她疯了，竟然同时与12个列强开战，这都是全世界最新式的军队。洋人们本来就一直想找茬把军队开进中国来，只是眼珠子都互相盯着，谁都不好先抢这块肥肉。这下可好了，总算逮着个理由一起上了。大人，一旦洋人打进来了，咱们这支舰队怎么办？这么大个国家，怎能总由着几个人的性子，总由着几个人的利益翻来覆去的折腾着？小弟，各国军舰已经闯入大沽口。共有32艘军舰，俄国的、法国的、英国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、意大利的、德国的、比利时的，共有8个国家。马上派人上岸，给朝廷发电报，向所有外国军舰发出警告：这里是中国领海，未经许可不得驶入。命令北洋舰队各舰进入战斗准备。是。等等，不可冲动。八国联军共有32艘舰，我们只有9艘舰，打起来等于是以卵击石，而且双方还没正式宣战，还是先上报朝廷再说吧。你忘了，太后是让我们守好这些军舰的。可海军不用来保卫国家主权是干什么用的？拉响战斗警报。是，战斗警报。启禀太后，天津急报，洋人八国联军32艘兵舰闯入我大沽口海面，北洋舰队严阵以待，只等朝廷一声令下即可开炮反击。萨德，一艘英国军舰发来信号，说将派一位将军前来谈判。你好，小家伙。Michael 先生，受女王陛下的派遣，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解救在华的侨民。我不但代表英国，而是代表美国、荷兰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德国、俄国还有日本的联军，前来通知，我们将占领大沽炮台。为了你们舰艇的安全，请你们让开。麦克先生，您面对的是什么？一块陆地。对。您面对的是一块陆地，而我的背后是祖国。海军就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祖国的胸前。
理解。你们是我的学生，曾经是，曾经是。换成我，我也会像你们一样的。您曾经是我们的老师，但是现在，您是我们的敌人。小家伙，现在我确实是你们的敌人。作为一个军人，必须服从。这确实是一个瓜分中国非常好的机会。世界上的列强们都想抓住这个机会，在中国大大捞一把。什么保护侨民？那这是一个恰当时机，送上门的一个恰当借口。小家伙，虽然我们现在是敌人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把你当作我的学生。我想对你们说，在国家利益面前，没有那个国家会给道德留下生存空间。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就永远不会有和平。谢谢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。我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祖国永远都是多灾多难。几十年来，我祖国的大多数灾难正是由你们的侵略带来的。那没有办法，国与国之间皆有利益，还有感情。我也记得，这是我的学生刘步强对我们的女王说过的话。当年我给你们讲课的时候讲过，海军军人首先是属于海洋，然后才属于各自的旗帜。我首先属于我的祖国和我祖国的海洋。那就让我们用骑士的荣誉来决斗吧。各界装填实弹，准备战斗。大人，这话好耳熟啊。是吗？当年黄海大海战时，丁军门对全舰队发出的就是这句命令。是的，我们幸存下来，也许就是为了今天。臣等力主迎战，碰见八国联军与大沽口岸，誓死保卫太后，保卫大清江山，愿与洋人血战到底。启禀太后，万万不可呀！此次洋人来了八个国家的兵舰，数量多，火力猛，北洋海军那几条船绝不是对手。大清好不容易重建的海军，绝不能又是一战而灭。
唯有宝船才为上策。请太后降旨，严令海军不许抵抗，让开海口。此战前途莫测，还是谨慎为好。太后，这支海军可是您的呀？准了，遵旨。小弟，朝廷来命令了。是何命令？对各国军舰，不许阻挡，不许开炮。可对面的军舰是把我们当作敌舰对待，他们一旦发动攻击，将再现马江海战的惨剧。我早说过，咱们驾驶的军舰只是太后的私人财产而已，就像他首饰中的几件珠宝而已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赌。命令各舰让开海口，开往烟台。难道就让他们直接攻占大沽炮台？这几十年你还不明白吗？战则无功，败则无过，躲是最佳的上策。说好听了是躲，直说了就是逃。逃就逃了，好不容易才重新建起的海军，绝不能一下子又全打没了。你以为把我们海军全拼死了，能换来国家的安宁吗？洋人就会认输了吗？列强就不会瓜分中国了吗？历史要谁输，谁就得输。中国的事儿不是一支海军就可以改变的，病根在哪儿，咱们心里都清楚。我不知道耻辱吗？咱们十几年前就出国留学，亲眼见到西方列强为什么发达，回国后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教训，深深的知道中国这样下去永远甭想有强大的那一天。祖国把海军拼光了又能怎样，还不是得赔款求和，这就是朝廷。大人，请慎言。
洋人军舰开始进攻我军大沽炮台了。卡西号中弹起火，德国军舰伊尔第四号中弹起火。外国军舰一律开炮反击。是。基洛克号中弹起火，是弹药库炸了，基洛克号沉了。
射击！军舰开始靠近炮台，开始派出登陆部队。前面的是俄国的海狸号、日本的爱岩号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看，那是咱们的镇远号。挂着日本旗。大人，那是吉远号。日本人征用俘获的中国军舰攻击中国的炮台。吉远和镇远被俘获后，连名字都没改，就再次参加了对中国的又一次侵略。Thank you.
抬起头，想。